酒，杯酒谈钱财，千文万户英雄乐开怀，无耍酒谈安排，干定比我秀才，几块烂葫芦，金山喜老嗨。这边是富裕白手，我福临门户不逢灯的吉祥灯，那边是马骨仙手，天女散花玉月龙门的神仙灯，西瓜灯、南瓜灯、火花灯、橘子灯、走马灯，那个盘龙灯，那个七巧灯，那个凤凰灯，花灯万盏天喜庆，广纳千福齐安宁，灯月交辉映家庭，五月笙歌唱太平，唱太平。夫妻一岁往前。Yeah.
中兴盛世千帆尽，九州团圆一家亲，不惧天府百花宴，四海升平万象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、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、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新春的祝福，祝愿大家甲辰新岁，龙兴九州，福聚四海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年的春节戏曲晚会啊，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四川德阳，在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繁荣气象里，我们在这里共同感受中华文明的瑰丽多彩。人们常说自古诗人皆入蜀，蜀中文章冠天下，让我们在这一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共同祝福戏曲艺术百花齐放，春色满园。
宿包下月，骂他天空见得不爽。自古世人力大数，好将四句主心肝。谢谢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。接下来啊，我想请我们现场星光璀璨的这些戏曲名家，用特有的戏曲念白的方式来为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。大伙儿说好不好啊？那必须先从我身边的这位德高望重的尚长荣老师开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听您的，炮竹一声除九岁，喜迎金龙降神州，雨顺风调万民好，庆新春人人欢笑，聚民心乐陶陶。大家好，我是京剧演员张建国，欢聚一堂迎新春，喜庆吉祥。祝大家新春大吉，行鸿运，佳节吉祥，万年红。好，谢谢。我来个徒弟。中国喜气万回，欢乐无穷，那嘿呀嗨，那嘿呀嗨，啊呀那呀嗨，啊那嘿呀嗨。那嗨嗨那嗨嗨，欢乐无穷啊！中不中？精彩精彩精彩！瞧我们这桌厉害不厉害啊？鲁豫哥，你那边是真热闹啊！那接下来请我这边的名家们送个祝福，摇不摇得？摇得！请我们陈志林老师先来，好不好？大家掌声来欢迎陈老师。神思迎春，春回大地，抬头见喜，喜满神州。好，在这里祝福大家，天和地和人和，和融华夏，剧美舞美歌美，美在今宵。哎呀，好，真好！祝愿大家迎新春，事事如意，吃红火，步步高升，龙年大啊！我们一起用四川话祝各位家庭幸福，生活美满，笑口常开，八十得办，八十得办。帅哥美女吃火锅喽，嘿嘿，八十得办。跟着我雨落雨过，山水间月影嘹亮，跟着我雨和雨唱，勾勒出温暖忧伤，就让这古韵人世传承着新的篇章，烟火人间赴一场，暖春心静香。开场功夫见阵仗，风鸣雀唱，台下功夫彩屏山，笑意四方，八仙座翻江海，用笔火来滚烫，龙门阵一摆，好戏开场。
秒慢点不说先变换，变脸喽下一秒火龙魂直接流光，红火肩膀踢到场耍得有模样，会把戏唱高调，天天都喊到谁说心那样，手风最时光，弹幕之下想锋芒，人气芳华春气花，嘿阿斯贝贝，跟着我雨落雨鼓，山水间余音嘹亮，跟着我雨落雨唱，勾勒出温脉悠长，就让这古韵人心传承着新的篇章，烟火人间赋一场，暖春心静香，黑风明醉将岁月隐藏，看着波斜时代的回响，传承中国一杯一杯枪，留下少年郎，万村之间慌忙又万丈，六月莲花声响震四方，回首定格翘首一盼，勤奋地鼓掌，勤奋地鼓掌，三星堆是文化瑰宝多灿烂，看三国桃英雄都已不笑谈，战历史范家酿尽是最酣畅，逍遥住唇可齿又留香，七山长落繁华说人生浓淡，人间是非与欢看穿几国王，看遍千万山自在乐悠扬，安逸生活皆可享，把斯典贝在身旁，跟着我一落一鼓，山水间雨勾勒出温暖悠长，就让这古韵更续传承着新的篇章，烟火人间赋一场，暖春心静香，甜甜甜乜你叫做凤姐咩，可太中国酿，世界香，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由世界三星堆天府后花园四川德阳特别支持。龙翔九州春风暖，阖家欢乐笑声浓，龙踏祥云志，瑞气四面来。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诸事顺利，平安无恙，鹏程万里，喜乐安宁，万事如意，多喜乐，长安宁，事业有成，福禄双全，金龙纳福，好运连连。梨园行里有一句话叫唐三千宋八百，数不尽的三列国。三国文化不仅在四川，那在全国呀也是家喻户晓，
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来唱三国、讲蜀汉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从年画里走出来的戏曲人物，谱写一曲《三国英雄传》。Thank you.
姓张名飞，字彦德。这三军的，你们越战马来，越战马来，你们越战马来哟！贤娘，茅庐寂静啊，卧龙岗，玄的山谷。战鼓擂动中原地，旌旗喧南阳之江，英雄豪杰齐聚周山归到此谈了谈。
谈谈心，城内的楼叠叠金灶，预备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的三那军，到此就该把诚心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停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火气。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，请上城卷书行万里路，到德阳来必须要好好的去走一走看一看。我听说德阳有一个特别火的叫天下客栈，是吧？没错，但是这一家客栈的入住门槛可高了。怎么讲？哎，凡入住之人必须要有一技之长。哦，我听说啊，今天晚上这些能人异士还要在客栈里吃春节团圆饭呢。有好吃的我怎么能落下呢？我必须要去展示一下我的十八般才艺，也许我可以成功的入住并吃上这顿团圆饭。好嘞，走起走起。天南海北，相逢有缘，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。今日新春，一年辛苦圆满收尾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吧，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老朝奉嘛，就是喜欢吃。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。哎，你们别忘了，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。我去叫他们。懒子、宗庆，方才大婚，不想越界挑衅，姑娘名字就要他乡夫残了。两僧一去，归期无定，与君夜别。相思夫人，懒子，夫人三告岁长，宗庆已不分命。我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啊，这不是刚结婚吗？就要走了，拿着新娘子得多伤心呀！哎呀，可走不走嘛，团圆饭要吃的呀。对，咱们就是要开心，定要把这顿团圆饭呐办得热热闹闹。那看行，说干就干。哎，老婆们，咱们把当年开赌坊的手艺拿出来，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。我说当家的，咱拐起来。哎，过
我这里拾起了黄根黄哟，一个老豆还有吼。玩么子？那不怕手腕的酸呐？我是当家的呀。咋的嘿？俺得说。你说不咋？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。咱的豆腐嫩又香啊，天里有火还要好。小娃娃吃了饭又胖呀，老爷爷吃了能乱打锤呀，天里有火还要好。老奶奶吃了能出高粱啊。干大鸡，我给你买个花手绢啊，一个老豆还要好。下馆子来一盘炒三鲜啊。这下馆子嘛，那个一门炒三鲜呀。我们嘎尝尝味道了嘎。他不嘎滴滴猪，老用嘎滴个菜，隔夜外面小菜个素门开，青稞老师面啊多在，青稞老师呐，哎呦我这个，哎呦个这老师面多，是啊是啊的里个嘞，嗨，你也吃了。哦呀，尝个尝尝味道，个尝尝味道。哎，新人来啦！新娘子，我这有块胭脂，老好了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就得漂漂亮亮的。来，我给你涂上。想要，哎呦，你们客气了。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一家，好似善似，我老板娘都愿意做。得了得了，咱们赶紧去准备团圆饭吧，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。懒子，走去。西边篱，西边篱，
上线刚讲两声啊，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，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见证这对天下第一美眷哎！哎，不对呀，我们都见证了，凭啥你是天下第一？我们夫妻俩磨的豆腐，哎，俺老婆子写的喜字也小有功劳啊！对呀，我看我的功劳最大。没错，除了我们家小姐，谁能冠上这个喜字？对呀，我的功劳最大。我们不是要偷看。我们就是怕你们还有什么需要。对，我都听到了。作为各种技能，就是头一富豪。我看着天下第一，就是天下唯一。有道是各美几美，乃是天下大美。天下一家相聚之缘，怎么作为方能有着非比寻常的多缘？自意说得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非比寻常的团圆之夜一起来拜个年吧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团团圆圆。过年啦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艺术家们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。那先来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国家经卷院长剧作家王勇。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美满。今天特别的高兴，更加感到荣幸与这么多的名家新秀欢聚一堂，在新春戏曲晚会的现场见证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发展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王院长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林妹妹老师。从去年在我们温州南溪故里举办，到今年在四川德阳录制，我都参加了。作为亲历者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我用咏昆小生的念白，祝大家金龙衔瑞数千年，绿柳迎春乐万家。我是川剧演员刘云，我也在这里祝愿大家物化天宝昌安，寿年丰，大吉祥。好，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，在这里祝福大家诸事顺意，龙年大吉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京剧演员孟广禄，祝大家万事吉祥。我是川剧演员陈巧如，金龙出海银随手，彩凤归来贺新春呐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豫剧演员夏文龙，祝大家飞龙在天，精神爽朗，万事顺意，喜气扬，喜气扬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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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是山西蒲剧演员任更新。龙腾云汉，国场声，春满人间，民泰然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梅戏演员杨俊。春风日暖百花艳，国泰民安，万家欢，万家欢。梨园前辈传薪火，卸去梦啊落凡天，卸去梦啊落翻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各位艺术家用戏腔戏乐为大家送上的新春祝福，展现梨园百花多姿多彩，戏曲星火一脉相传。梨园一脉共唱响，传承有我上天庆。
天成啊。我们探源中华文明，讲述一段充满想象力的传奇故事，让我们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，梦回三星堆。
过龙年，喝古井，看大戏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，由中国酿、世界香、古井贡酒、年份原浆、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，由世界三星堆、天府后花园、四川德阳特别支持。龙腾九州，福聚四海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。龙飞凤舞贺新年，五福临门笑口开。在这里祝您多喜乐，常安宁，岁岁平安，年年有余，今年欢笑复明年，阖家幸福，乐无穷，笑声朗，万事兴隆，容光焕发。话说武戏演员呀，那是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，练就了一身的绝技绝活、绝学绝艺。若论毯子功，那有前桥、后桥、小翻、扑虎、撅腰、僵式、抢背、蛮子、刻子、外夹、肘棒子；要论把子功，那有单刀花、双刀花、单枪花、双枪花、大刀花、小快枪、大快枪、大五套、小五套、小五锤、小六击；有刀对刀、枪对枪、大刀双刀、大刀对枪、单剑对打、夺刀夺枪、夺戟夺棍、藤牌枪，还有对双锤。各位看官，请随我且看一番武戏惊奇绝，武林风云会。元帅，你说这里藏龙卧虎，带我见识中国武戏，我怎么什么都没见过呢？别急，这春戏晚在德阳录制，南北武戏名家都会汇聚在这里。可我们俩在这棋馆里面人无聊啊。你可别小看这局棋，这棋局里蕴含着人生智慧，包括我们中国的艺术都讲究这么一个写意。写意？写意的诗，写意的画，还有写意的戏曲。什么写意？就是演的嘛，没有真功夫。这位小兄弟，这话可欠妥了吧？见吧。高手一棋有实有虚，中国武戏不掺一分虚，才有十分好。怎么样，这回可长见识了吧？武戏当然是真功夫了。他地上一下能翻上桌子，脚上能翻那么高的跟头，几乎要上天了。这挂面可是四川的非遗，四川人爱吃面，热腾腾红艳艳的一碗面，好吃又健康。来喽，小心烫。不管这里做面的师傅还是刚才那些习武之人，看上去都很勇猛。中国的武戏是不是只有男人女孩子练得了吗？师傅，您看咱要不要露一手？师姐，接着。我们师父请你吃的面，不用客气。二位朋友对武戏有兴趣，那咱们一起聊聊。红妆亦有豪侠气，何必英雄是丈夫。仁者乐善，山自巍峨，八方来风不动。你们的武戏一招一式讲究工架
处处皆美。智者乐水，水自灵通，海纳百川无拘。你们演出用的机关布景，连台本戏，火爆新颖。要说起我们南和北，都有一出经典的代表剧目《挑滑车》。这挑滑车的主角可是大将高崇，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能用一杆枪将从山坡上压过来的铁浮屠给挑开了。真有这样的勇士？那是当然。同一出戏，我们南与北还是有很大不同。这武戏也分南北吗？北派的高崇一代宗师杨小楼大师强调的是念白玉气度工匠威风凛凛，又有一代名将的风度。那在上海的舞台上，挑滑车这出戏也要技巧迭出，才能精彩纷呈，掌声如潮。那这南派与北派到底谁更厉害？分之而同源，渊源者流长，同心无分南北，如大江奔流入海。中国武戏定有一片海阔天空。你刚才说那个大力士高崇真是很厉害，但那是戏的故事，又是一种表演。但在我们西方有惊险的极限运动，像跑酷什么的，你们有没有这种刺激的东西？想看刺激啊是吧？师弟，上！够不够刺激？中国武戏底蕴深厚，多的是武林高手啊。这些啊可都是开胃小菜，你看好戏开锣了。
武戏，不参一分心。何必英雄是丈夫？分之而同源。中国武戏定有一片海阔天空。中国武戏源远流长，是中华的精神，中华的气魄。原来这许多年支撑着中国武戏的是今天我们的晚会现场，除了有通过直通春戏晚脱颖而出的年轻人，我们更请到了戏曲名家，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想说的。全国的老少爷们儿，你们好啊！四川的老少爷们儿，你们也好啊！我是河南豫剧头角演员，我叫金不换呐。衷心的祝愿我们全国的戏迷朋友们，你们身体康健，阖家团圆，万事如意，分得红利，欢欢乐乐，久别多和，平平安安，长寿百年呐，老少爷们儿。我是川剧演员崔光丽，在这里送上我的祝福，用川剧的高腔形式，渔妖龙川陈生死，烟西大地把心存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金山，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拜年了，在这里祝大家兔遁龙临，风调雨顺，莺歌燕舞，国泰民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，传承弘扬戏曲艺术对年轻人来说义不容辞，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大家阳光满路，温暖如初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新的时代啊，各行各业都有着新的发展活力，每一个平凡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着不平凡的贡献。这位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级人才文小山。大家好，我们东汽是三线建设而成的企业，老一辈东汽人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，纷纷来到了德阳，再有现在我们自主研制国内首台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，我们选择从事了装备制造业，就会一直用心的干下去。接下来为您介绍我身边的这一位，他是德阳市先进个人三星堆博物馆的优秀员工，也是我们四川省的金牌讲解员程静老师。大家新年好，我在博物馆工作18年了，我的工作呢就是穿梭在展厅里，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讲述三星堆的故事。三星堆是我们古蜀文明的源头，也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。作为一名讲解员，我愿意做好文物和观众之间的桥梁，做好文化的传播者，讲好文物的故事，讲好三星堆故事，带着大家一起去追溯历史里的余韵风华。谢谢大家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三线建设、科技、公关、文物研究等多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们，他们以大国工匠的精神，以久久为功的意志，为我们书写着自强不息的历程，并且激励着我们携手并肩建功新时代，奋进新征程。
把船票对接成母亲眼里的重逢，遥望繁星落日，闻故乡炊烟朦胧红，是日子风生水起，看少年赴约龙腾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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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年喝古井看大戏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由世界三星堆天府后花园四川德阳特别支持。腾千家喜，凤舞万户春，愿大家龙年新起点，事业发展龙腾虎跃，身体健康龙马精神，阖家团圆龙凤呈祥。
追溯戏曲的土壤，踏寻时代的浪潮，国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时尚。现在啊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古韵和潮流相融合，正可谓国风超有戏，有戏唱新生。戏曲更续历史文脉，在薪火相传中扎根沃土，在守正创新中播撒阳光。朋友们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篇章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到此结束。在这里，我们祝愿大家福暖四季，顺遂安康。朋友们，我们明年再见。